花艺设计协会本身就一直在推动花艺婚礼的设计，对，所以说我们刚好借助这一次的活动来再加强一下这个婚宴效果跟那个设计效果结合在一起。所以重点在花艺教学之后推广，然后带动整个花艺界啦、婚纱界啦哈的软性的结合、温馨的结合，对。这一次我们圣诞茶会啊，重点就是银色系的银白色系，让他感觉哈，人又浪漫又有情境，对。